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是周一啦。Today is week 31, day 1. It's our phonics time. 那我们今天呢，又认识到了新的发音规则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由哪两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吧。The first one, pail. P says, 学过了，对不对？P says, P, 手掌放在口腔前面，是可以感受到气流的。AI, 这个就是我们本周的拼读规则哟。AI says A, 嘴巴的大小变化一定要念出来。A, 后面 O, 然后这个单词就拼读出来啦。Pail, pail, 很好。Next one, 这个词我们之前见过，小朋友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词的拼读吧。W says W, W, 对啦。AI says A,A, T says, T, T, wait. 这是一个动词啊，表示等待 wait. Paint. Emma is painting. P, A, N, T. 中间有一个 N 的鼻音，一定要念出来哦。Paint. 所以我们本周的拼读规则 AI says A, 嘴巴的大小变化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绘本里面比较长的句子吧。A pail is always in his hand. 看我们小 Joey 拿着他的小桶，对不对 ？Pail, a pail is always 表示经常 in his hand. 他经常滴溜着这个小桶。Emma wants to paint a palm. 这个就是这个 palm, 棕榈树啊。Paint, paint, 今天的核心词 want, 它这里后面有 s, 不要读掉了啊 want. Emma starts to paint the sea. 小 Emma 就开始画这个漂亮的海了，对不对？ Paint, paint the sea. 句子呢，还是句子里面有很多还是包含到了 AI 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则，可以在我们的绘本当中把它认真的都找出来哦。Have a try, 看哪一个小朋友找的最多最准确。OK, 那我们今天的小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明天故事再见吧，拜拜。